这个电影很震撼啊，大开眼界，这是一个很惊人的观影经验。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，然后很有说服性，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，很有意志力的电影。今年奥斯卡应该会有一个蛮好的成绩，非常的厉害。我只能说，让我叹为观止到极点，给我带很大的一个醒思跟能量。人在困境里面求生存的毅力，大概我看说电影这个是第一名，很独特的故事，我自己很喜欢，因为它有那个杰克伦敦文学的味道。看的过程中，你会完全。浸在那样的时空里，然后觉得寒冷，觉得紧张，然后你很难想象你现在人在哪里，你进入到一个很玄妙的时空里。很多男人想要的冒险，但是没有人敢进去那个空间，但是电影可以拍到，把我们像带到一个实境里面去，去经历过最大的困境，然后怎么挣脱出来。《神鬼猎人》里面的里奥纳多的演技非常惊人，然后吃了非常多的苦。里奥纳多·迪卡皮欧这一次真的为了《神鬼猎人》这个片，完全的上山下海、受冻、挨饿，各种酷刑都上演，很难以想象。然后他在这里面还可以演这样的戏。里奥纳多这一次真的呼声是非常非常高，然后会让人家非常的打动。里奥纳多在里面演的太好了，他真的是没有几句对白，可是他的肢体、他的眼神，我觉得他一定是今天奥斯卡极有可能得到最佳男主角。每一段都让你感觉到，就是说里奥纳多在演技上的突破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他在摄影技巧上面呢，在2016年突破到一个新的境界。导演 Alejandro， 我觉得他这个片完全就是一个奇迹啊！这整个片，一个场面调度会让你完全喘不过气啊！这是一部相当。我觉得每个导演看的都应该非常为之佩服的一部电影。这个导演在安排很多一镜到底的到位，还有很多的剧情的铺陈、音乐，我要讲很多，反正都很棒。这个导演非常厉害的，用他的镜头把很多的细节放大，然后还有他，因为他是鸟人的导演，所以运用很多一镜到底的东西，让你觉得说这个电影怎么拍出来的？那视觉上震撼，让你非常。非常非常的感动，他的那个一镜到底简直是令人觉得恐怖到极点的一种精准的设计，他的每一个画面都处理得非常美到不行，所以让人家在看的过程中是一个很美好的视觉的飨宴，突破了一个拍电影的技法，所以非常值得看，大家一定要来看，非常值得一看的一部电影，希望大家可以进戏院来看。如果你想要看看电影未来的可能性，一定要来看看《神鬼猎人》，很棒很棒，一定要看的一部电影，非常强大的作品，很值得大家来看，你会找到一个你前所未有的观影经验。《神鬼猎人》1月8日全台正式磅礴上映，一定要看里奥纳多的好演技以及汤姆哈迪。零下20度的生存游戏，里奥纳多·迪卡皮欧活下去，创造不朽传奇。奥斯卡金奖团队《神鬼猎人》现正热映中。